好，我们画一张竹，宁静无声啊，这是画一杆木竹，然后后面是竖竹，这里有个麻雀，下面开始画竹，有一条龙墨，笔尖再一条龙墨。这是中线偏一点，蛇丸在纸上，中锋用笔按下去，一条，二条，三条，四条。中间要留空啊，中间要留空。小笔条浓墨，画一下，把它的结分别一、二条、三。我看一下，一、二条、三，中间就要留到一点空啊，比较理想的。第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这是一个主干，两笔条浓墨，从下面开始。你画的时候，这个一节一节的多少都可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有点转五，好就够了。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枝，走这个竹竿后面穿过，这里要留空。一、二，穿过的时候这里要留空，不要走这个竹竿上画过去。三，好，上面是小枝画出去。好，我们这个下面，从这个下面还有枝伸出来，就等于是这个枝上的下面还有小叶生的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这里点一下，是它的结。好，我们把这个。这一组画完，这里还有一点点小枝啊，这里出了枝，这里还有一点点。然后上面画结。那边画结，把这个所有的小结都画掉。
一点点啊，点一下就够了。这里，二，这是一，这是二，这里就要存在三。四，上面是五，哎，这里出了，哎，这里也可以出两边，存在就从这里出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啊，分一下就可以。啊，这个主干。主干有两个枝画出去，一左一右。走这个枝的后面穿过，小龙摸，啊，我们首先烧开始，两片小叶，按下去，不要在一个点上面戳开。一、二、三，这是四、五、一组。这里要留空啊，这要画麻雀的地方，你不要把这个主页画到这里来了，你可以画到这里，画到这里。画一个字出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一二三都差不多，你就只在破一个。在这个字上面再画一字。按下去，一，按下去，戳开，我有一个尖啊，我们。画一啊，我们上面的字，小龙摸，一、二，我们加一个三、四、一、三。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小字下来，按下去，叶子大一点，这个前面这个叶大一些，比较大一些，
继续在这按下去，半个，这里画的密一点的，这里可以密一点，多一点一点的。上面一组画完，画下面一组。要浓墨，先画两半，一，二，好，往下面一次，一。二，三，穿过，四，你就上面一组，下面再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。继续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上去，小小叶啊，不要画得很大。这里还有小叶，好，这个是五，就等一下有绿色的，然后我们画麻雀，时间到它这个拉近一点，要淡墨，刮一下，已经调一点点中等墨，调一调一点点。让它有一点点变化，侧锋用笔画一个椭圆形，啊，侧锋椭圆形，好，尾巴顺着这个中线往下画一笔，这是淡墨，刚才画凶的淡墨，啊，调一点赭石，浓一点，你看这个颜色不会。这是像水一样的流动，这是不流动的。加一点淡墨，
放他的头，这个头呢要裂开一点啊，不要放在靠胸太近啊，分一点点裂开一点点头，麻雀的头比较小，然后点两边是它的翅膀。小龙猫，首先画它的眼睛，眼睛这是一个正面的，眼睛在两边。画到中间是它的嘴，好，从嘴往下拉一笔，一直拉到胸这里，这里给它印开一点点。点两个黑点，它这里有个黑斑，好，还是这个龙猫，画它的飞羽，这边短一点，露一点点就够了啊，短一点，这边稍稍多一点。三节飞羽，小龙猫，画它的爪，三笔，一、二、三，下面是收起来的啊，上面分开。这里。可能看到一点点后面的腿，一、二、三，两个淡漠，把他的脸啊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他的头，这是他的脸，你要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拿起来。要藤黄，发青，一点点赭石，或者一点点淡墨都可以。好，调好以后，开始画图，盖。一。二、三，反过去。有两个结啊。一、二、这里要断开，要点中等墨，把它的几个勾一下。发个尖，
好，双臂调这个刚才的这个绿色。保住姿，陆陆续续。OK，画一下就够了。好，调刚才的，把竹叶、竹干的绿色画一下。我只在画竹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是一个介绍的介。竹叶的后面，那再一个介，再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个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是两个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二三四，这是介绍的介，这个叶子比较大。加到边，叶子加到边，好，笔尖沾点水，笔尖沾点水，在这里画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个时候它会。会晕开一些，混在一起，但是这个叶子颜色是很淡的。已经沾一点点水，这等于是一个后衬的叶子衬在后面，一组，一组。一组叶站在后面，得沾点水。你跟我瞎画，这是从这一直画出来，这是最后的竹梢。这是下面一组，然后我们再画上面一组，先调这个绿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两组，往外延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三组，再往下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是连续画了一组、两组、三组、四组、五组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半在外面，一半在里面，画进来。一二三四啊，一二三四，再往下，一二三四，笔尖沾一点点水，沾一点点啊，在上面加一加，把这个空稍稍减小一点。这个时候画的这个叶子比这个叶子还要淡一些，因为笔尖沾了一点点水。好，这里最后一组，这里已经画过了，然后这个笔呢，沾一点点水，已经沾一点点，往下画，画出去。往上加，这里多一点，好，这是很淡的。
这后面的竹林的密密的竹林的感觉有了就够了。讲一讲，这里留空。好，这张画就画完了，看一下。